看这个是吧？你就看出来样子了。啊，行行行。哦，真的好清楚呀。你看他手机，他拍点照片都没弄你。看手机就行。看视频就行了。我等会说他拍点那个什么机器的照片。啊，确实都糊了。都糊上来了哈。他手机怎么那么大呢？现在。哎，我把东西都删了。哦，行了，好了，哎呀，太加速了，好迅速啊，好快啊！它总共过程用不了五分钟吧？两分钟都不到。不是一个四十五，一个120。啊，那就两分钟。好快，原来这个门是这样弄的。天哪，好容易啊！啊，这个弄完再用封边机是吧？啊，不用了吗？这个就完了。这不都弄完了吗？那个边上啊。